哎，这版我可费了大劲了，您可一定得看完。台北下了雪，你说那是宝丽龙，耶诞夜的配色也不配黄绿红。12月15日，德云皇后于谦正式入驻抖音，郭德纲以及徒弟们纷纷发作品庆祝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德纲，我们亲爱的于谦老师终于要入驻抖音了啊！于老师处处比我们做的呀都踏实稳妥。你看德云社后台这些人哈，得玩了3年了，于老师觉得没问题了啊，他终于可以进驻了。你们一定要加于老师的号，于老师可亲可近啊，可好玩了啊！短视频平台更是给了于谦头号玩家的称号，但相较于于谦的热闹，12月16日直播首秀的何云伟就显得过于落魄，人气最高时只有5000人在线。为了挣钱，直播首秀便尝试带货，但带货的效果和草金没什么两样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直播中，何云伟首次回应自己和老郭的关系，从嘲讽郭德纲到认可老郭的创作方式，被现实打击了11年的何云伟是真的后悔了吗？2010年，何云伟弃恩师不顾，在郭德纲最难的时候雪上加霜。离开德云社后，何云伟转身拜了侯耀华为师，虽说没有正式拜师，但从侯耀华和何云伟的态度中，事儿哥不难看出，这两人就是诚心恶心郭德纲。一位是自己曾经力捧的大徒弟，一位是和自己有私人恩怨的师叔，本该是爷孙关系的两人，愣是跨过郭德纲，成为所谓的师徒父子，丝毫不顾及老郭的感受和面子。在何云伟拜侯耀华为师的那一瞬间，郭德纲和王慧对何云伟的宠爱都成了笑话。当年何云伟结婚，都是郭德纲和王慧出钱出力，包括我徒弟何云伟结婚，我花了6万，包括他们照婚纱1万，包括他们俩人的戒指、钻戒，都是我老婆去给买的，包括那个婚车从天津调去，这个加长的车头车就花了1万，他结婚我花了6万。人生大事上能帮忙至此，日常生活中更不用说了。但即便对何云伟如此之好，却依旧挡不住叛逃的心。离开德云社后的何云伟事业一落千丈，没有了郭德纲大弟子的光环，何云伟渐渐地被人遗忘，也只有在提起德云四子的时候，人们才会想起这位带艺投师的大师兄。这些年随着德云社影响力越来越大，郭德纲也被主流媒体认可，而反观那些为了利益离开德云社的弟子，两者之间的对比越发明显，社会地位的差别，个人财富的落差，让当年傲气十足的何云伟不再那么自负。在何云伟的直播首秀中，面对网友关于公式相声的提问时，何云伟的一番评价让事儿哥充满疑惑。首先，何云伟先是认可了公式相声，在何云伟看来，公式就是规则，而发展了将近150年的相声也有属于自己的规则，再加上公式相声对于初学者来说帮助颇大，所以何云伟认为公式相声值得推广。还没等网友们反驳，何云伟便接着说，公式相声不能一味地固守公式，如果那样，相声便是一成不变的。夸完再骂，事儿哥不得不说，何云伟这碗水端得真平，既不得罪李红业，也不加深自己和郭德纲的矛盾，看似明哲保身，但事儿哥却觉得百密一疏。如果像何云伟所说的那般，公式相声有利于相声初学者，那今年德云社龙子科的教学为何高峰常常不落，郭德纲也时常出现在教学现场？因为德云社从不允许演员们的相声作品一成不变，在德云社相声演员身上，我们看不到段子套路，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经过打磨的相声作品。而且何云伟，不要忘了，你也是从练相声基本功过来的。在何云伟直播的最后，罕见地提及了曾经的恩师郭德纲，这一次的何云伟比以前要坦荡许多，没有刻意回避老郭，只是表明不愿聊那些曾经的恩怨。在何云伟看来，自己和郭德纲一样都是相声演员，没有必要互相攻击。但是哥忍不住想要提醒何云伟，当年为了流量擅自将郭德纲的德字去掉，如今为了挣钱将这些通通遗忘，但网络都是有记忆的，
谁对谁错，我们心中自然有答案。您觉得何云伟能否成功直播带货呢？欢迎留言告诉婶哥。今天又是期待九良来看我视频的一天呢，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。